建国多少，祈福所闻。天子还是王母雕顺，主持人建国不孝，孝敬幽闭归元会，主任李元陈家和，校长王俊华，率领各委员及全体师生，虔心恳求，一拜，孝恩昌隆，敬客祖师，德行教化，热情迎奉，二拜，师生恭敬，出入平安，敬客时机，专程有量，三拜。拜请尊庙圣灵灵像，保佑各国万万代，金银献礼照金随，百家朝拜百家兴，四龙共享通地运，家家家和万事兴，太平风景乐福音，风调雨顺五谷精。各国育才救万千，孝恩顺祖兴隆兴，恩佑祖树林，既各国不孝，孝恩昌盛人才济济，声名远扬，绩效英俊，落下世事顶，祈求国泰民安，国运昌隆。百家顺应，万事亨通，在地地治，民心如意，家和人兴，心想事成，必有万年，所求如愿，心胸宽大，共祝信心较高，向正向，积足精力行。行三吉祥礼，一吉祥，再吉祥，三吉祥礼。